哎，你说吧。随便点，随便点，想想。这个。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哥。今天到朋友房间来逛，到朋友房间来玩。朋友这儿买了个西瓜，然后我们俩把西瓜切开，又准备吃西瓜了，准备继续吃西瓜。然后今天十点了，心情非常不好，心情特别不好。然后过来跟朋友聊聊天，跟朋友就谈谈心，然后释放一下内心的压力，心情不好，心情郁闷，心情特别难过，所以过来就是聊聊天，这样的话缓解一下这个心情。然后这两天失恋了，特别难过，难过的想哭，真的难过的想哭。哎呀，现在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没给老王女朋友拿彩礼，没有跟老王女朋友订婚。没有跟老王女朋友结婚，老王女朋友生气了，他说不要我了，他说他不想跟我谈了，想跟我分手了，不要我了，我心里特别难受，心里特别难过，今天过来跟朋友这聊一下，哎，吃个西瓜。一会儿过来，然后他因为我给他没拿彩礼，没拿订婚的这个钱，现在他生气，他不跟我谈了，哎，我心里也难过得很，毕竟跟他也谈了这么长时间了，跟他也谈了差不多差不多半个多月了，现在突然之间不谈了，心里感觉不是滋味，心里真的感觉不是滋味，心里特别难受。心情特别难受，他如果不跟我谈了，我就准备回国了，准备摩托车一买，然后回国了，不在老婆待了。我感觉心里特别不得劲儿。大家好，最近谈对象这个事情弄得我焦头烂额，弄得我心情一点都不好。昨天，老王女朋友她跟我分手了，
昨天老婆女朋友她说最后一次问我拿不拿彩礼，订不订婚，结不结婚，说让我这个礼拜跟她订婚的，明天就星期一嘛，我说现在不想拿钱订婚，我说可不可以订婚不花钱，不花钱订婚，她说不行，刚刚开始的时候跟我说订婚的话，这个2000万，再买1000多万的黄金，我当时没同意，她说现在，好像不用那么多的，她说现在下来可能得个1000万，先花个1000万先订婚，把婚订了以后，然后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先生活个几个月，2个月或者3个月，然后再结婚，她说这样也行，反正我就是说。在老挝嘛，我现在让我拿这么多钱，我心里有点踏实，我又不想拿。现在如果拿1000万的话，也就是4000人民币订婚，我就怕到时候，万一一吵架，两个人又分手了，或者一吵架一闹矛盾，到时候你分手了，你想要钱要回来，就没那么容易的。你现在我就是头疼很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昨天我不愿意拿钱，然后他昨天就生气了。他昨天生气以后，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辈子找不到老婆。哎呀，我当时都郁闷了，我怎么一辈子找不到老婆？他意思就是嫌我不拿钱，嫌我不拿钱订婚，然后昨天生气了，生气了以后他就走了，他说跟我分手了，现在不理我了，现在发信息也不回了，打电话他也不接了。现在也不理我了，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昨天晚上我特别生气，昨天晚上我都想把摩托车卖掉，想回国呢。哎，真的想回国呢。感觉找个老婆太难了，在老挝待了差不多有2个月了，到现在找老婆这个事情，还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把握。刚开始来的时候着急得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想找老婆，找不见。现在早见以后，哎，又不敢拿彩礼，就是这样的。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哎呀，头疼的很。大哥，你再跟那个女孩子再聊一下看。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拿彩礼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还是要慎重点。因为毕竟你还不是很了解她嘛。你们才认识多久啊？认识就半个多月，不到一个月。才半个多月。时间太短了。对，时间太短了，我觉得。就是说关于彩礼啊，怎么买黄金这个事情啊，要慎重一点。就是说你可以再跟他好好的聊一下，交流一下。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再谈一下，你说谈个2个月3个月是不是，你说再给彩礼，我觉得这样的话还会靠谱一点，是不是？因为毕竟你现在对他也不是很了解嘛，是不是？贸然的话你说一下砸那么多钱下去，我觉得还是有风险的。有风险。对，毕竟你，咱们在这边的话，毕竟是外国人嘛，是不是？各方面的话，很多事情还是要，就是说要多方面考虑，还有他的家庭啊，什么的，是不是？还有他为人怎么样？你要。其实我觉得他人挺好的，我觉得他人各方面都挺好的。最大一点就是想我。老是说我花钱少，嫌我给他付出的少，嫌我给他不付出，他给我付出了，我给他不付出，他给我一分钱没花，他就嫌我给他花的钱少，嫌我不花钱，然后就是经常就是要钱买这个买那个，一会儿要钱买这个，一会儿要钱买那个，一会儿又是反正是，成天要钱买东西，我感觉他花钱太快了，花钱太厉害了，所以说，我每天跟他出去，我们俩也吃喝玩乐。一千如果出去的话得100万，得100万，100万相当于400万人民币。吃喝，买东西，我感觉他花钱有点不信从，花我的钱不信从，有的时候买东西也不问价格，看到就买，有的时候人家说多少钱他也不划价，因为咱们是外国人，有的时候老外人一看我们是外国人，他把那个价格就说的故意弄得很高。老挝人卖东西的时候，他故意把那个价谈得很高。我有的时候想搞价，但是他又不搞价，他买东西不搞价，所以我不感觉他花我钱，有的时候不信我。对，本身咱们中国人在这边给他们老挝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国人是很有钱的嘛，所以说他们花起钱来，就是说
跟中国人谈恋爱的话呢，他们花起钱来的话呢，不会眨眼睛的。嗯，他们这个消费观念哦。啊，花钱太厉害了，我现在有点承受不了，我都不敢跟他见面，一见面一天得100万。花钱真的压力挺大的，反正就是买东西吃喝的。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谈的那个老挝女朋友也是这样，他们就是说，他们对钱方面哦没有概念，没有概念，我觉得没有概念，特别是跟我们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花钱是那种，因为老挝人他们本身他们的这个性格啊、哦、方面啊、哦，他们就是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嗯，你也看到老挝女孩子基本上。他们下班以后都是去酒吧呀、啊、喝酒啊、嗯、去 KTV 啊这些啊、嗯、他们吃喝玩乐，他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嗯、就这个观念他们都是这样的，是啊，他们出去吃吃喝喝喝啤酒一会儿就几十万、啊、一会儿就几十万，我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月200万的工资是怎么花的，我估计200万的工资他们也花不了几千里面的，嗯，是啊，所以我觉得哦，你就是说你跟这个女孩子嘛，就是说因为毕竟你们认识的时间比较短嘛，才半个多月嘛，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说着急去给彩礼啊买黄金，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你对她还没有充分的了解，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话你要先慎重一点，慢慢的你再跟她接触，你要不你今天或者明天你再约她出来好好谈一下，嗯，知道吧，跟她好好的聊一下，是吧？嗯，你肯定，毕竟恋爱不是说婚姻不是说一下就能成的。嗯、我觉得的话，真的需要一些时间来、嗯、那个慢慢的培养，慢慢的了解，是不是？感情方面你肯定要充分一点嘛，是不是？然后我觉得你还是要慎重一点。嗯，对，我也就说，我说得多谈一点时间，再说结婚的事情。但是他催得太急了，对啊，他天天催让我订婚，别人订婚又让我掏钱了，我对呀、啊，我真金白银的，你万一你砸对了还好，万一没砸对呢，是不是？对，其实八哥，其实我觉得哦，就是说你们出来约会哦，吃吃喝喝花这钱啊，这都没关系，不是？也是应该的嘛，是不是？毕竟你约女孩子出来吃饭啊、约会什么的，对，这个在国内也是要花钱。现在的话，你再慢慢的那个嘛，你跟他再聊一聊嘛，反正再跟他再聊聊，对吧？再聊聊，看他还理不理我。不着急，你急也急不来，急中容易出错啊。对，是不是？我在这边我也没找到呀，是不是？我也谈了老挝女朋友，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也没谈成，分手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谈恋爱这个事情哦，还是要有一定的耐心，找老婆并不是说一下就能成的，嗯，对，很多人都是要经过，就是说经过很多这种波折的，你也可以问一下粉丝网友们的意见嘛，是吧，给阿根你出一下这个主意嘛，是吧，对，对，你说对，现在就是说你慢慢来吧，你必须首先你要对他家人还有他的家庭包括本身他自己本人哦，你要有一定的了解，婚姻不是说不是儿戏哦，婚姻的话你还是要考虑清楚，我觉得最起码谈个3个月再说订婚的时候，对，认识还不到1个月就订婚太仓促了，因为什么关键是感情还不是很牢靠，万一哪天吵架了，他说你让你走，或者他不理你的，你说你再需要这个彩礼，或者要这个结婚的这个定金，你再要的话，估计很难拿回来。你看我现在跟他一吵架，他立马不理我了，立马现在打电话也不接了，发信息也不回了。你说彩礼一给，马上过两天又是闹矛盾，一吵架，那是怎么办？对，是怕这个事情。风险当然是有。但是就是说，因为谈恋爱过程中，慢慢的去谈恋爱过程中有一些事情，有点小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咋回事就容易吵架。一吵架就发脾气，发脾气以后就不理。你来了2个月，有很多人来了半年甚至1年的都没有找到老婆。很多人都在这谈过恋爱，谈了
就是说跟老婆女孩子谈过恋爱，但是最终没有谈成。嗯，有很多这种情况的。所以说我还在想，要不要我们都是100回家了，还是回国，还是去越南，还是怎么？我觉得八哥，再待一个月，再待一个月。哦，对，我觉得八哥，你再待个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时间，你再看一看。就是说，你摩托车暂时先不要卖，因为你卖了摩托车的话呢，到时候你这个，就是说你，毕竟你出行方面就不方便了，对吧？你住市区的宾馆很贵，你只能住郊区。你住郊区这边没公交车，没有交通工具的话，你根本就寸步难行。你光把打车的话，费用很高的，所以摩托车你暂时先不要卖。对，先用着。你在这里，我觉得就是说你再待个一个月两个月再看看。我也准备再待个一个月两个月再看一下。如果说这边实在是不行，找不到老婆的情况下，我们就一起去越南。可以。一起去越南的话，我们就是说合租嘛，也是一起住宾馆嘛，两个人一起的话开支会小一点。再一个，我也有语言优势嘛，你也知道我会说越南语的嘛，越南语方面的话。最起码，不成问题，真的。如果说我们在一起，如果说去越南找老婆的话呢，最起码就是说语言方面不成障碍，你也不用请翻译了，对不对？越南方面，越南那边找老婆呢，就是消费稍微相对来说比老挝这边高一些，吃啊住啊，还有约会的成本啊，比老挝要高一些，因为越南女孩子她们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很多了嘛，他们一般都不会去一些小地方啊、小餐馆啊这些路边摊吃饭的，他们现在都是去那些有档次的一些饭店啊，比如韩国餐厅啊、日式料理啊、什么海鲜火锅啊、大排档之类的这些地方吃饭。就是说在越南那边找老婆的话呢，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老挝这边要高的，这个我知道的。老挝的住宿比越南便宜。对，老挝住宿便宜，三四室的这个宾馆，吃饭也便宜嘛。老挝这边吃饭也便宜，再一个还有跟老挝妹子约会成本低嘛。老挝妹子他们吃方面不是很讲究嘛，他们就是说小饭店的小饭馆他们都可以吃，对吧？约会的话，这些成本不会很高嘛。但是越南妹子的话，他们你如果说带越南妹子，他们去那些小餐馆吃饭，他们不去。他们就喜欢去那些高档，就是说有点档次，不说很高档嘛，就有点档次的那些饭店吃饭。对，但是到时候再看吧。我觉得，因为毕竟现在越南的签证政策，旅游签证并不是，就是说完全放开了。现在越南的那个签证成本还是很高，而且时间很短。旅游签证的话，他们那个落地批文的那种。只才20来天吧，20多天，然后成本都要800-900块钱，然后太贵了，所以我想的话呢，我们再等等看，就是说看这个越南的签证价格降下来以后，然后呢那个签证的那个时长呢延长以后，咱们再过去越南再看一下，对，就是说去那边再找找看，对，越南的。就是他们的那个思想文化呢，跟我们比较接近，他们也是有那个儒家思文化思想的。嗯，可以。嗯。现在有看有好多人来了，你们找到了。对，很多你也看到在青旅。找到老婆的毕竟是少数嘛，很少，大部分都很少。基本上。在青旅住的人大部分。对，在青旅住的，你看来来去去也有几十个了吧？对。是不是过来找老婆的？你看有几个找到真正就是说走到婚姻。这一步的没有，基本上都没看到几个。对，没看到几个。女朋友都谈了，都谈过恋爱，最终都没成，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说还是跨国婚姻，男性互相信任还是大一些。对，有男跨国婚姻，你不信任他的同时，他们不信任你，都是一样的。因为毕竟是两个国家的嘛，风俗文化思想都是不一样的。他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走。对。他也怕你过来，玩几天你就走了。哦，他不认识，他也害怕。好的，所以他不敢直接跟你谈。对对，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说再缓一缓嘛，再多了解了解了解看，也可以征求一下粉丝老铁们的意见，是吧？可
老铁们怎么看？是，给八哥出出主意。